姐姐，体贴，听不到。
学校就是说听不到。你可以允许你进来大声说，你可以大声一些，天天说听不到。对啊，大声讲可以听到啦。温柔体贴贤惠，好漂亮，黑骑士啊，有持家提示啊，节俭，有红包就有提示哦，大方，这还要提醒，这还要提醒，这样不行哦，大方美丽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然后还有魅力，可爱，然后又有魅力，对，有魅力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聪明，对，他很聪明。好，好，慧倩送礼物，安南送的礼物当中，慧倩觉得最贴心、感动的是哪一个礼物？觉得很多哎，没关系，我们要听最感动。你刚才已经有问过了，对，有答案，真的很棒。他觉得我自己做的东西吗？对对对，因为都是我自己做的，对，要拿一个，很多都是我自己做的。那我们想要一样啊。有一个他很感动，他非常感动。刚才秀给我们，刚才秀给我们看小东西哦。这我不知道哦，你搞的。提示，提示，红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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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上面写字。红包，红包，红包，红包。红包越大，提示越多。你这七八个人，今天十个人，还那么多。对啊，那也是有别人的。要不要一个？不过那一个也还蛮感动的。好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那我要去拿提示出来吗？好，我去拿提示出来。有提示。然后你来照那个地方。我礼物都自己做的。这个嘛，金色的吧？对啊。那就盒子，一个爱心的盒子啊。啊，对了啦，对的啦，没错的啦。是不是？爱心的盒子。金沙还有项链呢，看最后按摩的盒子啊，有，他很有默契嘛，一讲就知道了。对啊，紫色爱心盒子，紫色的盒子，紫色的盒子，然后里面有放两个什么东西，紫色的盒子，还有项链。他刚刚讲了啦，刚刚有讲。因为我送给他，我送给他很多盒子，一个紫色是像披萨盒子，一个是爱心盒，番茄里面是。哦，卡片。再一个红包好了，我觉得讲得好模糊，我听不懂。不是照片，再一个红包啦，红包，干脆一点，红包，谢谢，再一个红包。我真的忘记，好久以前的。好，那我们东西拿出来，你可以。里面有，我知道外表，但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好，那我们让你看一下好了。有没有印象？有没有印象？搬起来的时候，这一个礼物对千叶来讲，他很感动，因为中间是阿南拍一个爱心，用金沙的这个纸袋拍一个爱心，还有两只龙，上面写情人节快乐，直到永远。这已经有历史了，记得吗？阿南也拿着吧，记得吗？对，对啊。还有另外一个漂亮的呢。原来你忘记他，忘记他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题目就好。倩倩最拿手的菜。真的是问的错，错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有蛋是没错，有蛋是没错，是没有错，可是不是荷包蛋。我吃过吗？有。我们都吃过，每次来倩都会吃。必须的，有蛋还有什么？这个才是。刚刚你有讲的啊。刚才没讲，对啦，对的啦，对的啦，泡面，对，泡面加蛋呀，好甜啊！哎，要是半年又怎样？还踢馆的？